这一题的话是说，这是一个半圆的，那 AB 是直径，假设长度叫 X， 现在的话呢，内接四边形呢 ABC， ABCD 嘛，这 AC 边长叫 A 啊，这个叫 B， 这个叫 C， 那呢，它要你证明说那这个叫 X， 它要你证明呢这个等式，好，怎么证明我现在来做个补助线。CB 补助线，那这个角度我叫西塔一，这个角度叫西塔二，那这个角度叫西塔三，那这个是90度了，为什么？因为这是直径。好，那我用那个正弦定理哈，我们就可以晓得哈 ，A 除以 sin 西塔一，这等于直径的 x 等于这是 B 除以 sin 西塔二，它也会等于多少？等于 c， 它除以 sin 西塔三 ，sin 哈西塔三。好，那这样我就得到一个关系式，就是说 a 是等于多少呢 ？x sin 西塔一，那 b 的话呢是等于 x sin 西塔二，那 c 等于多少呢？那个 x sin 西塔三。那sin西塔三跟这个西塔一、西塔二有什么关系我们看这个sin西塔三等于多少？等于负的 cosine 90度加上西塔三这两个角互补了，这个角度加这个角度呢是等于180，所以这个等于多少？等于是负的 cosine 180度。减掉西塔一加西塔二，所以这个就等于多少？这个就等于多少？等于是那个 cosine 的西塔一加西塔二。也就是说 c 实际上是等于 x cosine 西塔一加西塔二。好，现在我们来证明这个等式。我这个等式是说我们从右边从左边正到右边，这个等于多少呢？就 x 三次方减掉多少 ？a 平方我把它带进来 ，s 平方 sin 呢西塔一平方加 b 平方带进来 ，s 平方 sin 西塔二平方加 c 平方，这个平方 x 平方 cosine 西塔一加西塔二平方了。好，那再乘 x， 那 x 抽出来变三次方了，所以这是 x 三次方减掉的 x 三次方，然后就是 sin 西塔一平方 ，sin 西塔一平方我把它换成了一减掉 cosine 西塔一平方，那这 x 三次方就可以消掉。好，然后再加多少 ？x 平方已经拿过去了，就 sin 西塔二的平方嘛。好啊，再加多少呢？这可以展开了，展开的话就是 cosine 西塔一 cosine 西塔二，减掉 sin 西塔一 sin 西塔二。现在是整个平方嘛？那整个平方的话，就是说 cosine 西塔一平方。sin 西塔二平方，减掉它下二 sin 西塔一 sin 西塔二 cosine 西塔一 cosine 西塔二，再加多少 ？sin 西塔一平方 sin 西塔二平方了。好，那我们先来看这个的话呢，这个已经跟这个就消掉了。那现在变成什么了？变成里面的我们把它整理一下。你们把它整理一下的话这个等于多少呢？这个，这个跟它合并以后的话等于多少？就是说这个跟它合并 ，cosine 的话合并，这两个合并的话等于多少呢？所以这个等于多少？这两个合并，就 cosine 西塔二
cos西塔二 的平方抽出来，哎，西塔一 ，cos西塔一 的平方抽出来，那变成是 cos西塔二 的平方减一嘛，所以是负的 sin 哈，西塔二 的平方，那这两个再合并，这两个再合并的话，再加这个，合并以后变成多少 ？sin 呢，西塔二 的平方抽出来，那变成了一。 减掉 cos 西塔一的平方，变成 sin 西塔一的平方，那这一项又跟这一项就一样，就变成两倍，所以变成多少？等于是外面有个负号，等于负的哈，两倍多少？这个是sin 西塔一平方 sin 西塔二平方，那加上多少？ 加这个，因为负负得正，加上呢两倍的 sin 西塔一 ，sin 西塔二，啊 cos 西塔一 ，cos 西塔二，但是啊乘以多少 ？x 的三次方了，这里有 x 三次方，里面的话，我把两倍的 sin 西塔一 ，sin 西塔二抽出来，我这两倍的 sin 西塔一。 sin西塔二，抽出来，那这里 cos 西塔一 ，cos 西塔二，减掉一倍的 sin 西塔一 ，sin 西塔二，就是 cos 西塔一加西塔二，那 x 三次方。好，那个 x sin 西塔一就是 a 了，所以两倍的 a，x sin 西塔二就是 b，x cos 西塔一加西塔二就是 c 了，所以就等于两倍的 abc， 等于多少？等于右，这样就得正了，就左等于右了。